Hello everyone. Now I'm at the gate of this plant in Li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In China, if you're talking about digital printing, flexible packaging, customization, you must know Greenlove. It is not only the first one in the industry to invest in digital printing, 20,000, to do flexible packaging. It also is the first one to deliver one box within 48 hours and with zero inventory. Today, it serves more than 100,000 customers covering 40 industries, such as wedding industry, mobile, bank, airline, and so on. Well known for customized candy, today, Greenlove can do much more. It can achieve 3 times revenue in 3 years. How can they really do that? Please follow me. Let's take a look. Let's go.然后我们现在有两台会不会赢定过20,000？因为为什么选这两台？第一呢，以前我们做的大部分的袋子呢都是不透明的，现在我们也增加了双码数的印刷，因为有部分需要透明袋，所以我们两台机器是分开做的，一台机器是做的是不透明的，一台机器是做透明的。 所以现在呢，我们糖果大部分都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这台机上面正在做糖果的一个印刷。因为这台机子呢，我们是不需要制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那个不同的客户的稿件，我们可以把这个稿件合在一起，属于合版印刷。然后呢，它不需要制版之后呢，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卷膜印刷出来。现在正在印刷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枕头糖，我们枕头糖因为我们的幅宽，我们印刷的幅宽是730。 现在我们可以刚好可以排9条，每一条是一个客户，这印刷一下可以达到9个客户订单，所以我们能实现现在一个糖果一箱起订，一箱就是5斤，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大单跟大单再合在一起，小单小单合在一起，然后颜色深的合在一起，颜色浅的合在一起，然后每个订单中间呢都有一个条形码，因为用户在我们商城上面下单的时候，他自己带了一个 ID 号，就是我们的条形码，这个条形码从下单到印刷到生产到复合到自带到这个装糖到最后发货的时候，都是拿这个 ID， 就是这个条形码来识别，所以它当时它是不会弄错的，实现自动的一个识别。对对对，方总，因为据我所知，你们也是惠普Indigo在2万在中国的第一台设备的用户，而且从这个2015年上了第一台以后。 又在2018年跟惠普签了8台的Indigo20,000的设备，而且要打造这个30台的一个装机量，做成亚洲第一大的这个客户。那么你们的这个决心也是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另外这个老厂，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只能装2台，但小镇建设完之后呢，那边规划了30台的空间是有的，这是第一个装机的模式。第二个呢，我们小镇只计划打造100个品类，1000个 SKU， 所以我们当时以后呢，小镇的产品可能有1000个在线可以定制的个性化产品，所以这些机器是我们可以完全可以饱和的去用的。好，那么我们看完了印刷的车间，下面我们来下一个工艺，就是做这个无溶剂复合，可以看一下。所以说，另外的速度，因为我们印刷完之后，那个卷膜印完卷膜之后，我们马上就把它运到。 这个复合机上面开始进行复合，是的，嗯，然后复合完之后，我们开始进行那个塑化间，塑化间之后呢，开始就是直接去做分签，对，嗯，外包装。因为他们的这个几个工序中间的距离都很近，对对对，所以，对，都是挨着的，嗯。那么我们看完了复合的这个车间，现在是在一个支袋的车间，那么现在这边有很多台的这个支袋机，啊。 您可以介绍一下，然后呢，这个我们绿外糖果呢，刚才也说了，我们有两个规格的糖果，一个是3边锋，一个是4边锋。现在我们这边呢，刚好就是有4边锋，有3台4边锋的制糖，就是那个制袋机，啊，他们应该是一出6的，这是当时为了我们定制糖果而就是说购买这个机器。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后边的这个包装车间，那么我们让方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里边的一个具体流程。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枕头糖，我们3楼整个这个压片车间，所有糖果呢从那个3楼压片完之后，通过这个3楼跟2楼中间的一个输糖管，直接到我们的一个制糖车间。对，整个糖果呢就是说
按照它的订单的先后顺序就是生产出来，因为我们的单位是每一包是2.5公斤嘛，是一个单位，就是一大包。然后这个糖果怎么去区分，把它不会乱？因为我们那个商城呢，从客户下单了之后，它有条形码，那条形码始终贯穿到始终。印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单子是属于盒板，盒板每个这个单子的后面的一颗糖果的画面，就把它印上那个条形码。所以说我们印刷的时候，到这个分切的时候，到这个制糖的时候，它为什么两个单之间接触的时候，大家怎么能分开这个？有几颗糖？有几个糖上面是有条形码，就这样的啊，就这样一个条形码，就按这个条形码来识别。我只要拿扫描枪一扫，就知道是哪个客户信息，然后我再通过那个打印快递单上面，就直接把这个单子打印出来。数据完全都是打通的，就是保证它不会错，而且效率很高。大家好啊，大家看到这个糖果呢，是我们的叫整饰糖果，也就是我们的说的三边峰啊。这个糖果呢，目前是市面上这个用量是最大的一种糖果，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品质做得非常好，然后它的这个成本啊，就是客户使用的成本比较低。它主要应用于比如说汽车呀、餐饮呀、金融啊、建材呀、房地产呀等等，用的这个行业是特别多啊。而且这个我们现在都可以做到小批量的私人定制了，已经。对你需要5斤，我就可以满足你。都是大客户，对，都是大客户。航空公司、银行，对，航空公司、银行、汽车啊，这个合作的客户还是比较多的。目前应该是大大小小合作的应该有10万家客户。哦，那是。有的一些是总部合作，有的呢是一些区域的这种单店合作。我们后台的数据，稿件的数据应该有10万个，超过10万个数据，10万家的一个数据。数量很大。对。OK。比如说还有一种糖果就是，叫我们叫四边峰啊，就也就是说，它长得这个形状比较可爱哈，大家可能都会误解这种糖果，它呢。定位就是一个叫广告用糖，特别一些地产公司，对这种糖果的这个二维码可以做它的入口嘛，对啊，它这样、可以扫码，对啊，你花同样的钱用单页，是吧？用大家没人要了，单页是的啊，然后这种糖果大家都觉得比较，比较喜欢，比较好玩，对啊，还比较恶搞，是的，这不错，然后前面呢也是结合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新的 IP。对，然后做了一些稍微做了一些创意性的产品，做了一些，比如说现在糖果我们可以做一些雨露型糖果，对，这是比如说这些糖果，每个糖果上有一段这种比较扎心的一些雨露在上面，就像、一些不同的话，对，就像那个做酒的那个江小白一样，有些特别这个是比较经典的，这个我们出了个叫扫盲糖，就是不同的文字，走你个文盲，是扫盲的。它呢，这个在包装上的这个每个字啊，它都不一样啊。这边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这边我们是双码的一些业务了，就是糖果软包装快印。对，软包装，软包装这个产品，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些算是我们的核心业务吧。OK， 叫战略的核心业务啊。目前，你看这个包装，这个。如果用传统的这个印刷工厂去做，它的成本就非常高，对，版费、起印量、胶漆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现在几百块钱就可以做这个包装，双码的包材特别适合于，现在绿外做糖果就需要向这个双码购买包材。对。那么呢，很多做定制型的企业，比如伴手礼，比如说这个结婚，对，这个伴手礼婚庆的是。那这种定制呢，这种传统的印厂是没办法去来这个提供这个包材的。对。那么双码就可以给他们做服务了。这个非常方便。我们现在带型特别多，这个包材现在有8种带型。三边峰、自立袋。你看我们那个袋子啊，现在比较大的这种袋子，都可以做到1米多。哦，这个大。对，这个比较大。一米多的袋子。对。这个。而且我们这种袋子一个就能去做。那如果传统的用版费的去做的话，光一个版费都好几万，成本很贵，袋子比较大，确实。你看我们这种袋型，我们从三面峰，对，三面峰拉链、自立袋，包括这个
八边风带，对，侧风琴带，对，背风琴带，包括卷膜，嗯，就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带型主流带型主流带型都可以做，应该我们感觉是在90%。疫情期间也做了不少口罩包装啊，对啊，口罩的呀，各种带子，这个各种这个期间做研发产品的呀，对。对吧？你看口罩的，你看还有宠物食品的，宠物食品，对，宠物食品这两年比较火，是的。然后它的包装的更新速度也比较快，对对，版本多，它的 SKU 比较多，包括一些休闲食品的袋子，嗯，这些袋子呢，就是说，找我们做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减少试错成本，对，就是你不用去花很大的代价，嗯，去存那么多包材，一旦这个销售不好，就形成了这种叫异常库存，对，都浪费了，包材啊，买回来。比如说是20-30块钱一公斤吧，嗯，你在形成了异常库存，在销售的时候、处理的时候、废品的时候，可能几百块钱、千把块钱一吨，确实，确实，这样它这个损失就比较大，对，损失就比较大，嗯，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些，合作的一些客户的产品非常多，产品非常多，合作的一些客户，嗯，食品类居多，嗯，就是袋子很多，然后这边是收缩膜的产品，收缩套标，饮料，你像这种包装。如果去找制罐厂印刷的话，量要非常很大。是的，是的。用这种收缩套标，它就变得特别简单。这边呢，就是我们赋能的一些企业了。嗯。什么叫赋能呢？就是我们略把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对。传统的工厂，我也像略一样做定制化产品，怎么做？是。那么我们就提供一展示的解决方案。OK。从项目策划、定位，到这个，其实它不需要投入太大。对。它还是原来的工厂。是的。还是原来的生产线。我们只是给他提供一个叫 SaaS 平台，就是定制平台，对，再加上我们双码的包材 ，OK， 再给他指导一下这个怎么招商、怎么运营，嗯，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哦，就是做到一盒这个一盒方便很多，一盒起订，对，做成私人定制，嗯，然后比如说一些糕点的，糕点啊，月饼，月饼，啊，一些保健食品，保健品非常适合，啊，对对对，都可以去做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嗯，说白了，一些有一些这个做代工做 OEM 的，对啊，这种企业也是非常适合给我们一个合作。本来这个是一个面膜的客户，这个面膜呢，现在原来它得30,000片起订，现在我们通过六月的赋能之后，它现在已经能做到100片起订。哦，那是很小的量，但是它的单价提高了，它原来比如说2块钱一片，30,000片的时候，现在它100片的时候它。8块钱一片哦，那附加值会高很多，附加值高很多，高很多，而且它还不用改变原来的生产线，对，前还是不改变产品的配方，就是包装变了，就包装变了，这个是，这个理念非常好，对，还有一个就是茶的定制，茶饼嘛，这个茶饼的话定制也一片起订，哦，作为一个伴手礼还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有纪念意义啊，纪念意义，确实是。你像这个是我们6月7周年的哦，我们做了公司定制，做了几百片吧，就是限量版的，员工都有，每个员工都有一份，挺好，今年我们又做了一个这个生肖的，哦，这是去年的，去年的生肖的，今年也做了一点那个鼠的，水的这个也是很流行啊，这个开会啊，或者是4S店啊，对，酒店，水的这种量是特别大的。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专访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也是想这个让郭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绿爱未来的一个大概的发展方向。好，绿爱呢是从一个糖果然后呢未来呢会做到这个产品的一个叫平台化吧，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糖果的定制会延伸到呢这种更多产品的定制，就是我们的平台化。然后呢，这个会包含了食品板块呀，或者是快消品板块，比较多的一些品类。那么，对数字印刷在国内的发展，您有什么期待、期望？数字印刷呢，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未来10年、20年是一个非常增速的一个市场。那么呢，现在这个我们是期望呢，就是通过一个市场的装机量的增加，能把这种印刷的这个运营成本。还有这种耗材成本能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对于未来的印刷的这种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I'm back. Now we complete the journey of a candy. What do you think? I hope you've got the same feeling as I do. A small candy really changed the company, bring the company a good profitability and also cultural value. Think big and go big. Hope Green Love can really bring us a new surprise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